在第二十届第三次定期会议程中，县议员沈淑珍表示，南投县房价所得比竟然是全国第四高，面对南投平均薪资所得不高，但是房价却高得让年轻人却步，因此针对青年住宅的议题提出许多建言，例如青年住宅只售不租可能会有风险，希望县府相关单位可以重视并提出更完善的计划。青年住宅只售不租，因为只售不租是我去年定期会咨询之后你们给我的一个非常明确的结果，我认为会有几个风险，那我今天提出这些风险也是希望无论是县长或者是建设处或者是相关的局处可以一起来探讨。第一个，我们第一期的这个让售价格打八折，最主要的原因我看了一下我们县府的这个网页，有一个什么青年住宅的 QA 嘛，你们最直接讲原因是叫做因为受到疫情影响以及全球这个物价飙涨的原因，所以让营建成本大幅上升，因此这样子的一个成本它转嫁到了青年住宅的售价，但是因为你们希望年轻人可以买到便宜一点的房子，于是你们打了八折，这个是整个让售的一个逻辑没有错嘛。那在这边我想请教，当第二期现在正在盖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再遭受一次没有办法预料的一个外界的影响，全国物价波动或者是再来一个很奇怪的疫情，那我们的第二期是不是又要受到外界物价波动影响，然后到时候年轻人在买这个青年住宅的时候价格又会有所波动或者是掌握不到。县议员沈淑珍提出，县府提供的青年住宅只售不租，若青年买下房子后因为五年内不得出售房子，那他是否可以出租给别人，五年后青年住宅不归县政府管辖范围，若有心人士想要借机炒房价，那就违反县府提供给青年住宅的本意了。我们的青年住宅呢，五年内不得出售，就不能转售啦。我不能说我今天买到，然后我明天、明年我就卖给别人。好，那这时候我看到你们 QA 提到了10万保证金，40万的算头期款，所以头期款总共算50万，剩下不足的青年自己去跟银行贷款，县府不介入贷款，也不会协助贷款购屋这件事情嘛？你们的 QA 是这样写的。那如果这个年轻人顺利的贷款了，可是他在这五年内房子有状况、财政有状况、还款有状况，被法拍，请问一下，我们县府是要把这一间房子买回来，还是就让他法拍流入市场？好，那如果啦，好，我们接下来6月会抽签嘛，一定会有一些幸运儿中奖。那我也相信这个东西会有很多的年轻人是会很开心的。我昨天有稍微看名单，好多人去申请。那五年内呢？请问一下处长，我们的这一个只售不租的青年住宅，这五年可不可以就是租出租？可以出租吗？你们写的是不得将住宅或基地出售、出点、赠与或信托本府以外之人。那所以我可以租嘛？我如果今天去抽中青年住宅，我就当包租婆啊。这个东西不是不会发生，因为我们青年住宅的买卖的门槛是只要名下没有财产，什么同户籍内没有财产，这个都很简单，这个你只要把财产转过去都可以。那甚至没关系，我买进来之后我的贷款我不用自己付，我用租的租出去，所以出租的这一环我们没有考虑到。五年内也许我们有青年住宅的人可以当包租公包租婆，五年后就可以让售了。那五年后如果南投的房价非常的飙高，我们文化路文化南路那一带的房价如果随着我们自由市场的建商进来之后房价提高很多，五年后的青年住宅转售就会投入这个市场成为高房价的一环，因为那个时候的青年住宅已经不归县政府的管辖范围，县政府对青年住宅的这个房价没有任何的一个前置的能力，所以会变成我们好像是在帮我们好像是变成是在另外一个建商的概念在帮忙盖房子，这些是风险。所以简单来讲，青年住宅只售不租的防避机制我没有看到，在现在县府的青年住宅里面没有看到防避机制，我刚刚提到的那些风险。第二个，我不认为我认为只售不租的青年住宅其实没有达到公众福利。
县议员沈树珍表示，希望县府相关单位可以评估他所提出来的这些风险和防避机制，让县府提供的青年住宅真正的发挥到功用。好，那我最后呢，其实我还是希望啦，因为我们现在才第一间的这个青年住宅出现哦，所以我希望我们在第二期的青年住宅，甚至什么草屯、竹山、埔里等等哦，我们也许悬崖勒马，或者是我们重新思考一下。我想要请县政府去做更专业的可行性评估，去拟定适合真正南投县青年住宅的一个政策，包括我刚刚讲的风险跟这些防避机制，全部通通都考虑进去。因为我的立场还是这样，没有改变。我认为青年住宅只租不售才会符合初衷。才会符合这个青年住宅初衷。那我认为，我也不希望县府会成为这个建商炒房的一环。那所以在这边呢，我还是想要比较直接的来询问我们县长，如果县长有没有一点可能，我们的青年住宅可能不会只用卖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做讨论？由于从去年到今年校园性平案件和霸凌案件层出不穷，因此县议员沈树珍相当关心教育处处理的过程，尤其对于如何惩处相关失职人员，并且不要将责任推卸给学校，所以想请县府相关单位重新研议拟定南投县校园安全处理要点及惩处准则。从去年到今年，我们一直有在处理的是性平案到今年的霸凌案。那我手上的个案呢，也已经有自杀但是未遂的这个状况。那我觉得这些都已经过了，但是我现在比较在意的是我们教育处处理的一个过程。因此在这里，我还是针对昨天南投市某国中的这个霸凌案，不得把这个责任全部通通推给学校。第二个跟第三个，我认为最重要的，请教育处长以及相关业务的科长、承办人员重新了解中央法规的内容，不要擅自曲解，不要擅自用法规去糊弄陈情人。如果真的读不懂法规，重新回去学。第三个，请教育处跟人事、政风甚至新闻处的法制科共同研议拟定南投县校园安全处理要点及惩处的准则。这个东西不是找麻烦，我告诉处长，台北市政府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要点出现，你们可以参考看看。南投市的观光景点主要集中在山上，平地主要都是服务业或是行政园区，所以在推动观光产业的过程中需要花很大的力气。虽然南投灯会都办在南投市，但人潮都在灯会，所以南投市区里面的生意反而变得更不好。因此想请观光处研拟计划，让这个灯会带来的经济效益延续到南投市区。其实我记得在第一天吴议员质询南投灯会的时候，那时候许县长讲了一段话，我非常赞同，因为县长也是南投市长出身，我自己也是在南投市长大。我们南投市过去的发展产业确实跟其他，比如说埔里，比如说民间竹山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观光景点，肯集中在山上。我们的市区都是以服务业、行政园区为主，所以呢，在要推动这个观光产业过程，其实要花很大的力气。对，所以我相信南投灯会办在南投市有它的这个用意存在。地比较广嘛，交通方便嘛，停车方便嘛，那当然南投市这三个字就可以亮相出来。但是我们这几年看到的是，灯会虽然办的是全国举目都知道，可是南投市区我们依然觉得没有受到非常明显的受惠。我跟吴议员，我们都是南投市区的这个议员，许县长也曾经是市长，所以我相信灯会对南投市区的效益到底到哪边，我们不是在找观光处麻烦，而是我们听到我们的民众给我们的回应是，灯会办在那边，我们生意都不用做。很简单，人潮全部在那里，市区就会空荡荡。或者你们请来的摊贩可能是外地的，那他抢到的就是来喇叭起哭家的生意。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南投市的这个南投灯会，请处长从上个会期我们就在讨论，帮我们想个方式，帮我们想个办法，延续到南投市区。又快要到明年度的灯会了，所以县议员沈树珍期许观光处在今年规划灯会时，汲取之前发生过不好的事情，并且进行改进，让南投的灯会越来越好。接下来我们南投灯会又即将要登场了，对不对？已经到年终了，那我们到底期待的是我们明年度我们的南投市民要看到什么样的灯会？今年的过年我们的南投市非常暗，这个处长可以到
街上去打听一下，绝对都晓得，那个感受真的太差了。所以我希望我们处长还是把这件事情纳入，这么重大活动，请你们纳入这个观光处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业务。第二个，请你们跟文化局，甚至刚怡君议员提到的环保局，去做一个跨局处的一个了解，这个可能要麻烦县长或者副县长帮个忙，让我们南投县的这个大活动可以办得更好。那第二个我要提醒的，希望今年的厂商不要再发生无人机事件，不要再发生就是送了 A 无人机飞了 B 无人机这样子的状况，因为有点可惜。今年我们的这个 IP 是马来貘嘛，其实是很可爱的。那我们钱也花了，宣传也做了，刚刚苏议员的那个 IG 也非常的精彩。那我们的人如果没有办法进来，或者是进来之后看不到表演，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边还是提醒一下这个观光处长。县议员沈淑珍也相当关心南投市深度旅游的政策，因此想请观光处和文化局可以一起研拟计划，让南投市的百年街区文化让更多人认识。那再来，提到了观光，我当然还是想要跟我们文化局的局长来沟通一下，就是说，在去年的这个定期会上，我有去提出一些要求，包括文化局是不是有跟我们地方的一些这个，比较年轻或者是比较新兴的一些文化团体或者是青年团体来进行联络，然后可以看看活动怎么样做合作，那南投市的深度旅游的这个文化政策到底是什么。所以在这边我还是希望说，我们文化局长跟观光处长，我们可以继续来探讨一下，到底在我们认真的文化我们的南投市区可以做什么事情，尤其是我们这个百年的街区。我相信软硬体如果有做，跨局处也在合作，我相信从硬体就可以先看到一些改变。许多民众会抱怨，常常要办理业务却找不到相关的承办人员。县议员沈淑珍就表示，可以理解有些单位因为公务需要，所以常常需要出差，因此想请人事处和政风处可以掌握出差的频率以及情况。还有一个常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代理人会不懂自己代理了什么业务，导致拖延到案件的办理。因此在总质询中，县议员沈淑珍特别请人事处和政风处好好的监督县府里的所有人员的行政效率。当然也是很多县民常常挂在嘴边，说刚刚刚来管户做代志拢揣无人啊，是安怎吼？那我上任之后呢，其实，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有时候会常常遇到承办会请假跟出差，但我可以理解，因为每个局处的性质不同，比如说农业处就是有一些承办会说他们需要去现场看一些东西，公务处就是要去丈量，这些我都理解。我也相信这一年半来，我们办公室的案子没有为难到任何的局处。我们都是真的就是要处理陈情案，而不是去强压陈情案。但是我们常发现，承办到底是真出差还是假出差？出差后到底带了什么样的报告回来？因为他们可以领出差费耶。那我一个礼拜、一个月，如果出差频率过高，我希望人事的系统，因为你们是有一套系统的嘛，出差型的系统，我们希望这个人事系统可以掌握，并且跟政风来做讨论。第二个也是我们常遇到的，代理人会不懂这个他代理的业务，所以等于说我只是随便丢了一支电话给民意代表，然后我要问资料，我还是得等那个常常出差的人回来，还是会有这个情形。那一等就三天，再等就一个礼拜，然后陈情人就觉得我们的议员办事不力。所以在这边我还是要请我们这个人事人政风再帮我们盯紧一下这个县府里面大家的行政效率。我想苏议员或者刚刚王秋淑议员都有特别提到，我们的行政效率应该要提升，才追得上我们现在许县长带领的行政业务的团队。如果连议员都找不太到承办哦，我想民众应该是更难找了。在本次定期会议程中，县议员沈淑珍针对青年住宅、教育、观光、文化、承办人员行政效率和出差等问题提出建言，也希望县府相关单位能够参考采纳，让南投县变得更好。民意新闻庄怡婷专题采访报道。